Hello，Hello，我们南投的曾康郎大哥，你好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次问候各位呢，我是好运田姐的田一家。那现在刚刚上线的呢，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。那我是呢好运田姐田一家。那今天呢一样了哈，在五点多的时候呢，还是一样有下雨哦。我们大概在五点左右就来到现场了，也在期待天公伯啊能够放晴了哈。那也不负各位的期待哈，我们大概到六点左右的时候雨就比较小了，所以呢在刚刚七点十五分的时候呢，那民家的龙就定位啊，好，那现场也有好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已经来到现场了，还有那个一家闪电私讯的哈来关心啦，讲安尼落雨变啊起啦，好，那香火旁，好，那首先呢也是我们的大哥点歌呢带来好听的歌曲。晚风，谢谢。Yeah.
天下的人生只有阮你一个。感谢，感谢这位大哥鼓励，谢谢。尽量会唱的来诠释好吗？好，谢谢，好来。